不好意思，你好，我是金爱麟。你好。啊，你好。我来了聊城见我的妈妈，好久不见了我的中国妈妈。安我。啊，妈妈，妈妈，没事，我来，我自己，我怕有自己吧。没事没事没事，妈妈。妈妈，好久不见了。妈妈，妈妈，饿了吧？啊，饿了。补啊。补啊。那是妈妈，就那。一起去吃饭。妈妈穿了衣服。妈妈，妈妈今天做了吗？睡觉。妈妈，为什么准备了菜？我想准备回来吃了。啊，看你们回来饿。妈妈去吃好吃的吧。行，可以，一块吃。嗯，啊，这不是葡萄，葡萄。不是葡萄，是西梅。啊，有的不太是吗？像妈妈，像妈妈了，像妈妈了，回来了，回聊天了。对，我也像妈妈了。我也像你们了。我们终于找到了，我们要去吃什么？我家乡的土菜馆。土菜馆，很有名的。家也很近。这里最有名的是什么？有名的，有名的菜，好吃的。三妈点餐。嗯，最有名的是什么？我知道三妈点餐，所有的菜都在这里面。啊。不是我们的，哎，我有点激动。大家，妈妈照个相吗？我不需要。妈妈也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照个相，放那啥，放什么？我吃过了很多，好吧。好的。那感觉是这样，不一样的味道。不一样味道。对吧？味道，这个味道很好。妈妈觉得也很好嘛。嗯，可以，这个味道不错。妈妈多吃。啊，行，好的。妈妈。妈妈害羞。哇，啊，谢谢。河南的吗？聊城的，只有面是河南的。啊，啊，我先吃。老公，我来个汤，不汤，怎么样？嗯，还行，好点，挺好的，很好吃。猪肉吗？猪肉，猪肉。这个聊城的方式吗？啊，你找喽。算，我拿过来了。三，打三。哦，我跟小虎见面之前，我一直不吃不皮的饭，不皮还有蟹的。但是我跟他恋爱以后，我也吃这样，就那样吃。走，再来首菜，不太玩这就。不太玩首饰。那么大。注意啊。我到今天就是健康的味道。辣椒，肉，加的肉。
得得得。